来，我们现在示范一下这个二分之一波长天线的电压分布。然后我现在是手拿的，这个是宝丰的手机，现在开最小的功率，好。然后，我们由这个电压检出表可以看出，这一根二分之一波长天线的两端电压是最大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示范。然后现在，发射，好，我现在手机的 PTT 已经按了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是电压是最大的状态，然后慢慢的往天线的中间移，它的电压就是最小，再一直往天线的末端移动过去，已经可以看到现在电压是最大的，然后我们又把它移回来，最小，然后现在又最大了，OK。